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农村小花匠。在我身旁这个吧，是个美国库拉索芦荟，大家都知道它是杀菌消炎比较好的一种芦荟。有个朋友吧，夏天养的植的比较好，一到这个冬天吧，就不是烂根就是死亡的现象。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它养殖方法。这个冬季的管理，你必须得把它放到这个有阳光的地方，你不能把它放到背阴，它因为它是吸光的。夏天呀，你必须得给它50%的遮阴。这个芦荟这个品种它怕晒，一晒了这个叶子就发黄了。这个冬季浇水方面，你必须得给它见干见湿，因为芦荟这个怕肥，它这个你要是过于黑湿了吧，它很容易导致这个烂根的现象。特别温度低的时候，像你刚这个买的这个芦荟上盆的情况下，你必须得给它自己配置这个土壤，这个土壤必须得叫它透肥性强一点。你可以用这个河沙和这个附子土配合，叫它保证它的透肥量。